基，贝基，你在家吗？咦，好像没有在家，我一会儿再来。贝基，爸爸妈妈。佩奇，妈妈去做饭，宝宝去做家务，你在这里好好学习。佩奇，好的，那我学习吧。哈哈，找到佩奇了，现在我要把它偷偷的放进购物车里。呵呵，抓到了，我要快点走。佩奇，该吃饭了。咦，猪爸爸，佩奇怎么不见了？什么？佩奇怎么不见了？我也不知道呀。我们快去找找吧，猪爸爸。好的。啊，你是谁呀？快放我下来！我是你的好朋友啊，你忘记了吗？我不认识你，你快把我放下来吧。闭嘴，不要再说话了。哦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大恐龙？啊，你快放开我！啊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得赶紧跑。恐龙叔叔，谢谢你。哦，我的宝贝佩奇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妈妈，我被僵尸抓走了，是恐龙叔叔救了我。啊，是这样啊。恐龙先生，谢谢你救了我家佩奇。